2天之前你来不到，你得把答案说了。来这儿，郑州的老三妮都可以吃到。美食千千万，你推荐，我们来转。Hello， 大家好，今天星期六了啊，孩子不上学，给大家打个招呼。大家好。带着孩子来打卡一家，做了40多年的老店，在这个人民路啊，人民路，紫金山百货大楼后边。走了。坐着吧，哎，有点晚了。咱想着够早了了，微信点单。红豆粥。俺媳妇来的早，不来早已经开始等味了。咱过来的最后一个味儿。反正12点之前你来不到，你得把答案说了。来这啊，郑州的老三妮都可以吃到，海底蒸饺，各具门名，各具烩面，然后再来一个郑州烤鸭，一副面，来吧，尝尝。叶儿青菜，这青菜还生，这芝麻还生菜，萝卜快了，萝卜快了不稀腻啊。你看有多少啊？有排排大队。我们要的是排骨一壶面啊，还有三鲜嘞，还有牛肉嘞。我们家是成了肉，好吃吧？啊？它鼻子里头长那个胡椒，有胡椒辣辣的味。对，有胡椒辣辣的味。这面是矿泉面，这边加了个茄汁，反正这个面是一绝，它还不赖，这粉丝特别推荐，就这个面，一碗面，特经典，值得一来这个店。给大家要了啊，这个也是中华名菜，粉丝带底儿，中华名菜，这个芥末味儿也重点好。它这馍应该不是成品的，它这个馍是蒸的。它要是我是落来了这块的，几上电话，但是它这都不说了。啊，它蒸的。我不知道。平常天天在外边跑，哎，给孩子时间少，来吧。咋样？它是酱，不是吃那种甜口的。也不是说多咸味儿，多甜，就是适中那种味儿。那鸭子吃的挺精实的。第三个了。啊。萝卜。八仁大萝卜吧。吃萝卜。好吃。我最近我吃烤鸭，你北京吃过？有点吃。哎，你在老家吃？等会儿哪呢？但是跟这又不一样。不大喜欢，我喜欢吃烤鸭。嗯，这烤鸭，嗯，这调料味道有什么不错？大店干那些年，他有自己独到。40多年了，哎呀，这个沾你的光。啊，这个吃的好了，沾你光。平常俺都是烩面啊，乖乖。我知道啊。啊，这个带劲啊，这个啊。哎，它是鸭子，唯一不正宗的地方都是没有白糖，那就是鸭腿配白糖，它才好吃。嗯，还有一点，鸭子没有配，但是很滋味。放了那个酱，放那个酱不赖，不然吃那个蛋白汤是吧？咱给北京，咱记得那个还记着了吧？嗯，当时买了那个小面团做的那种小鸭子，我还不舍得吃嘞。那很多年前那时候还收着嘞。嗯。好嘞，阿哥都等着个灌汤包嘞，来，给你。为什么俺这几天在郑州啊，郑州有啥特别好吃的，还拜托你们给小二哥给老四哥给我们介绍啊，感谢你啊，下次见。